就是没有经过过。掉了，再掉。探索一下，啊，这边，这边有路哎，我这要放火是吧？而且这个看出来是机车可以骑进来，地板还蛮扎实。我选择用走的，更加安全。据这个地图来看的话。好像有野，看看，哇，这个放火这个是收割，这个应该是免费的，耕作方式。烧了一大片，哦呼，这有一尺，这不过去，走这边。还要玩两尺哎，可以玩两尺，哎呦，烧的蛮干净的，可惜把贼烧的。放没雨哦，既然有人放火烧，就代表说应该是有人下去玩。没办法走进来，
是淡水啊。小讯号，但是打不到鱼啊，有可能鱼太小。丢！哦呦！啊！脚印就知道了。迎风区啊，不好钓。那对面那边应该比较好钓。对，这一池生态不错，你看还有这个水生昆虫。我是五百啊，这个两池野塘现在鱼可多了，也不太期待它恢复了。外劳只要知道就是破坏，这个一定都是外劳，或者是甚至有在地人来网了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没什么鱼。OK， 好了，很可惜啊。哇，这绝对是有人在钓，超级赞！OK， 啊，另外一个走呀，另外一个回去呀。哎呀，啊，你过来钓啊？啊？过来啊！我卡到落去，卡看看地形呐。开人啦！嗯，对啊。
高。无啦，哪有高钓？伊嘛真高钓啊，足厉害。啊，伊真高钓啊，伊嘛真高钓，哦钓啊。不注意啊！哦，伊有咧嘛真有力咧。这嘛真有爆发力的咧，还是伊哦。这不买啊？你看袂少行。哎呦 ，OK 啦。对啊。呵呵。刚才真肥嘞。谁对啊？我是500啊，一片太那个一样大的这里。下面那些钓。钓，好几个，那几个，全部都是那个。拜拜。